下次我陪你去吧。他咋样？还抢不过，抢不过走吧。我们单机有一波单下的机会。行，我走了。他们点了吗？现在不动了。没点，刚要点了，点了。我正好用视野的机会上。有沙泰坦，得沙泰坦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会引发所有人再去混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会这里 Q 上去啊。OK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你控吧控吧，嗯，他交进化了吗？应该是没交进化的。混沌才是自然最本质的状态。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再搞定点吧。我没吃的，我没吃的，等一下，说不定我今晚上的他们我不歇了。我们下楼尽量走。我们要越上。混沌工人在越。我怎么知道？好没呀，真有趣。算了，下两个吧。还有人断了，我直接越上。他可能下个线也想推。给他推吧，我累了。他要断了，我们打。推下波线，哎，哥们，什么情况？一上来。压机好像要不到。哎，他被下边借的，所以说怎么在上面？你怎么在这挂着？可以。等会儿，哎，飞哥在后面，在下，在下，在下。能控吗？小闪，跟我一起再吃，把这波都吃了吧，你有点激动。他也没想，咱也没想。主要我 Q 技能给兵线了。估计两个都也还好。哎，我们要是先出门呐，有机会拿龙吗？这波吗？这波我要去。历史全是胜利者写就，待到我们脚下自己的篇章。泰坦，泰坦。我们在那慢追吧。嗯，我知道。刷下来要避一波吗？还是不要避？小雪动起来，不然就没了。他溢出来了，听到那个声音了。我先查一下，我先查。他们说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手。可以可以，这样最爽。他带点没想，你来很重伤，现在到了。我比他还敢用。留下来相互弄。反叛的渴望在我的血里燃烧。正好准先推过去，然后我们直接就杀过。他打野也没闪，打野可以一样秒杀。那这波北方线是被推的。姐姐，我们从下路过去。嗯，那我先把野杀了，我先把野杀了呗。我们这波线就要推过去了，推过去就要保持中了，你就靠近吧。我吃一瓶了。我们先小心他打野先落位吧。我这波武器但很慢，还可以。我忍耐的极限早就过了。这谁动了？你没打吗？他妖姬，他妖姬来就跟着。他妖姬可能动的，他妖姬。他来人，我就看见我他们想接，看一下，我可能得看这边。先打吧，打的。
先打，可以拉上一点，拉上来。拉过来一点吧，拉过来一点。不能接着打。能不能开起来？主要是。没有没有，他拉没有没有，我这手上线。这好，这样，我卡的好难受啊。哎，能，可惜。生来就是为了惹人炸毛的。我这三队也吃完能上六，好像。可以。那我们现在保持状态，可见。火星是救人的。不能玩。等一下，能量不够。小盾。开不了，现在现在没有线。我们不好看啊，对，能走吗？哎，看我，走吧走吧，他交大了。好，完了呀，这要被越了。换两个吗？换两个。可惜了。哦。反驳闪现都交了都没有意义，这闪现交了。我在出现哪？可以的，发育还可以。那就先看先锋。嗯，感觉不能再交给小红了，没有现在优势不太好控。所有女人都渴望被照顾。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治的。他们是蓝小龙，蓝小龙可以接下了。没交，没交的。那我去先上喽。上台要不要踢掉，还是留在花旗下？留花旗下多好一点，现在很忙。没人能挡我路。我六级了，他们那边。我现在对线已经不好打了。鹏鹏，这波可以看一下。好的。他也不够，他都等我在这里。我们等他，我们放两把。要拆吗？我们瓦斯卡亚的金库在。还是说我继续给你？我吃钩的话不行，他水银血控不死。我 TP 再打一波下路的话，我这波 TP 下来，他们敢打下路，他们要炸的。可惜了，这 Q 一拉好一点就好了。烂了，兄弟。妖精，妖精不知道去哪。我们这边视野不错，大家在上。我在上。如果我们的存在能够给其他所有人带去混乱，这样。不行啊，他有进化了，秒不掉。他们说我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反抢，蠢的不是弱点吗？再去往下靠喽。他们有皮谁是平的？是的，最好在这个地方能给我个眼，下路他们家过几句月他们就炸了。其实不一定很难杀泰坦全技能啊，跑过了三草给我个眼啊。这波出来我这波被放毒了，我们这边有双击的中间中间的中间的我还差一，我要一波线才有鞋子加海油。我先闭一波吧，看他们家不压，他们如果压我就闭。嗯，也可以，你们打中吧，这波我可以扛压的。打中吧，我可以扛一波。我
刚出门，我得二十一。他泰坦也可以往中走。泰坦往中走了。我跟他们说了一起到。泽利也去中了，泽利也去中了。泽利去这边啊，注意点。我们可以吃法一起吃吧。稍微注意一点。他买了，他买了，等着个话费，等着话费。我把炮车进去了，我漏了。哎，我在，我能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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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靠，我能靠，我能靠，能大吗 ？OK。和人们说话，总让我想死。哎，我想闪开一波，这个东西弹回来。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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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 ID， 抓 ID， 抓 ID， 把它宰了。啊，我们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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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直接解锁吧，我在推线。抓两个吧。抓，咬住，咬住，还没闪。泽利没闪，泽利没闪，不会一个没闪，泽利没闪，不会一个没闪。Okay。 两个闪啊，大概17分30秒，十七分三十秒。帅这波，我操！这波可能是他们中了。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双 PP 吗？还敢这样玩？女人闲聊，从来不是我要主持。好的，我推两波上路线，直接强压这个小龙。因为我继续带上已经没有用了。整个钱自然会轻易的倒向会，要么屈服，要么他先到了，他先到的，我还在远一点距离。德利泰坦都在，我不在。泰坦会在这吗？泰坦会不会在这？OK OK OK OK， 不在。不是下路有一波线。真好真好，我们下路他们下路先到的。他们下路先到。不着急吧，不着急吧。嗯，上来就。我们保证每波都炸。对，现在来这么。用假的，没打，泰坦在这。动吧动吧动吧，他们尽快回家了。行，那就动吧。OK OK OK OK， 来了。你再吃个一兵，我升个十一级。他们放了，他们放了，我帮你了。没了。我要把这个野排了。哎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往这走啊？这样子。历史全是胜利的结局。对，金刚也是有意的。嗯，我看这边。泰坦不见啊，泰坦。他在中路，他还漏了，刚才的眼，下路自己往上飞。哎，我刷呗，我跟他对刷。好。有。我来保你，你们都先别走。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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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先打。那我就在这边点眼。他可能一会儿会五个人一起来。我直接去中好了。吃吧，你吃吧。没，不吃，不能吃，真不吃，真不吃。你吃，你吃下路线，你别来了呀。我吃的话有点带节奏，有点拖节奏的。那你来干嘛？是不是？我要中路换北风下去啊。哦。哎，等等。刚才有点打扰，给他一点小小的压力就好。行，我死了，改个追焦大的，我的魔阵的。再来个人手，先生。三零幺七也这样。
啊，灯塔，灯塔有点少。这边我们能打你，我讨厌每个人。抢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别急，别急，别远。OK， 开开开。然后接下来，开。刚才没闪。把中塔放了。没线了，压不了，没事的。扛着，扛着，扛着。造反！我要避。还是给你补上一百吧。拉不住去下的，这帮不行了。还行吧，反正没资源。这个不着急。如果可以找机会跑，不能有期望的。为了必须完成的目标，不顾则手段。这把他们毙了，就说我们刚刚可以先收了再走。最好是鳄鱼，还是鳄鱼去上，我们把蟹塔拔了。等小龙大人，小龙好了再一起来。和人们说话，总让我想捅他们。你们能不能漏啊？我再想捅你。他们应该毙了，刷到自己的蛋。从电脑下面注意了。哎，下面兄弟要干嘛呢？我的多线没视野，可以越的。我漏了。他们说我总是不知道什么场合我们下一场的话，我们要撞线场，撞二场。不是，你们在上来吗？阿格丽记录线吧，看一下。撞二场，他有人敢走，直接开他。如果不够，他骂他其实也罢了。今天我没有打算。我们尽量把直接拍起来。他们应该是罢了吧？妖精没 T 的。他们也是变他，魔法不是一条可以轻易改造的河流，它是无可拘束的奔腾浪涌。没切吧，应该是。要自己买了个盾，他往上 W 了。对，你直接离开龙，他们抢不上了。他们应该打完得靠大龙了。20秒。美工在上吗？我换下去，他没机啊。我不用了。我差一波线训刃。我可以闭了吧。这原先是我们的。在都在上，小心被开啊！都在上，我回去训练了。生来就是为了惹人上钩的。那我拖着吧，我不闭了，准备耗一下。另外可能想开哦，人不见了，开不到。破坏血脉，你要来这边行吗？还有无数毛虫的敌手，这里有眼，泽利下去了，看瞧看他，没旁边没人现在，旁边没人现在，历史全是胜利者解救，我被发现了，闭了，这边可能会有眼。差钱是吗？瓦斯塔亚昔日的荣光，还有大半没能重现。一会儿出来还要再往前线再抢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外塔都在。
你这波带一波剑，弄吗？我就直接招。再带一波，他们这波应该动不了。那你突然这波直接靠过来。你上路，你下面就支援线一起往中路靠就好了。你先就先靠，然后我们靠过来一波，我们全部应该不好 run 了，我 run 的不看。有一个在中，可以抢回来上面的视野。我们试着打一下，他带了很多，他飞到那边下去。行，不先抢视野吗？感觉抢视野会好一点。哎，他们没动，他没装，没装，没装。下面打起来了，等吧 ，OK。追过来。打龙呗，我有用技能，不用找打野吧，我们打龙啊，他出不来，把龙打了呀，打龙，你过来打龙，你过来打龙。OK， 教他技能。我咬住打野了。再等一等。Rampage， 我们瓦斯卡亚的精神，你根本就没有打过死。平刚有踢吗？有的。他很弱，他没敢用，他零杠三才踢。要兵兵一起踢。对，回了，要回了。出来应该能把上了，怎么着？我们去拆上了塔，然后再去搅龙吧。这波线，我们好的，那不行，再下吧。我没有 TP 啦。如果我们的存在会给其他所有人带来困扰，就这样吗？那最后下面视野吧，上路就那样了，我们应该来不及。不拆上了吗？来拆不拆？我们拆上路就要硬了，把它推上了吧。嗯，先推吧，那就。所有女人。先推了，我。哎呦。好像他们。那耳机要打架，你看我这边。我去找找音。我要走，从这里进。我走下面。插完去甲龙。啊？啊？怎么开了？我很弱。来来来，现在也没了。哎呦，妈被揍烂了。我没往前顶。啊？干啥？两个，退一下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好，刚好，刚好。连塔吧，连塔去甲龙。我在扛塔了，刚刚。我装逼了，去小龙。走吧。没血了。走了。那这种打完小龙，我们是不是又得等下一条大龙啊？还是要压中了？不会啊，不然的话还有四分之一，可能能稍微压一点。四分之一。下路线要去一个，打完再去吧，我。感觉直接可以直接去。好的，那你二号这边记住了吗，我们这波线一定要去。3000血吧，3000血。这波中线我也想不对。想想。这波中线我先去。其实感觉我可以去下，刚刚让北风大也可以这个中线。顶深一点，不要太快。下路吧。但其实龙 buff 要消失了，我们手比较短的，他们。这边要单挑。他们有清线能力的，妖姬和那个谁。我得等钱花个买个那个吸血鬼结账。走吧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拉钱吧，等小龙了。就刷一会儿。这波线是的，我们强的打架，手有点短。手太短了，没有轻，就是摸不到塔。来，我帮你打，我先买。我直接。他们这些人刷边路还是有技巧的，我的视野不要刷绿的，我们就在一边
再赢个半局，然后把这边视野加大了就好了。刷一会儿呗，等大龙呗，刷一会儿等大龙。你们过河互刷，他们去刷一点。求稳留下，死不走。对啊，他们怎么敢抓我？没技能打得过我们两个，打不过。还真想抓我，快车。那我往上面进。你有扫吗？艾欧尼亚的攻势。别打别打别打，没人，旁边没人。那得能摸到辅一个，辅一个很能走的。我们在做就是今天推荐先推荐几个，我们在这个外推掉了，他们就很难了，他们就这么赚的。其实感觉没必要着急，大龙就行了。如果有机会，在外面有我，然后你可以这个，就可以大龙追杀。这个中线我们一直先追的，你们上面小心点，最好绕到中路来。我们这个中线，这边感觉，哎，我到了，这个翻过去，看坦吧，看坦吧。我能看你。啊，退一下。走一下。我走过来吧，我就不追。你是果子吧？你没状态了。所有女孩都渴望着扫路，好像他们知道该怎么样。不用找抓我这边，看一下。不着急啊。打龙，我就把中线清。我可以看你。我跟不上。OK。我们打到有点慢，要不拆两步吧，拆一步吧，先。开始打大招。怎么说，我一个人拆我也拆不动他。OK， 那么推大龙吧，打龙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格力没当招了，大波不拆。啊，等一下 AD 等一下。OK。感觉小龙吧，小龙，然后刚好去推下路高地。OK， 那我带上去了。这波线我们要先推。我会推的。不一定好进啊，现在不，这个暂时还不一定好进。没事，飞点。如果约进来中线吧，我们可能就转中线。感觉小龙吧。不管吗？打起来，现在我直接中路一波了，感觉。这里没闪的吗？这里没闪。看佛爷哥吗？佛爷哥。回忆吗？我们咬住他，兄弟们。在打的。好的。